大家好，我是武秋风，今天要重新第二季的 Rift， 跟这一季有人跟我一起玩，打声招呼一下。大家好，我是秋嫂。对，没错，他就要跟我一玩新世界。那个你要玩什么模式？有什么模式？创意易，普通困难。哈，可是我初学者呢。那就玩困难的好了。因为我不是初学者啊。傻眼。我们取的名字叫做乌帕末日世界，好不好？乌帕末日世界。要不是在玩 Minecraft。世界名称乌帕末日可以误伤，好不好？创立新世界。你好丑哦。你更丑，你还敢说我？啊？你更丑，还敢说我？站在一个漂流木上面哦。对，我们这个游戏名字就是罚的意思，我们就是要想办法丢出我们的这个钩勺，然后去勾一些漂流木回来。哦，有鲨鱼耶。对对对，鲨鱼很可爱，你可以跟它玩，你跟它玩一下。真假的？真的啊，你跳下去跟它玩啊。啊，不要。哎，我要怎么前进？你按 WASD。哦，跟麦块一样哦。对对对。你会走了吗？会走了吗？好可怕哦，他要咬我。那里有东西了，有漂流的东西了，好不好？我们先勾一下。哦、看到了。那个按住右键，然后就可以蓄力。哦。左键啦，左键蓄力之后，蓄力满了就可以把这个钩子丢出去，然后收回来就有可能会勾到漂流木之类的。有了，勾到木头了。哎、欸，没有勾到。你到底来干嘛的？啊？你到底来干嘛？然后按 I 可以那个看你的东西，譬如说我们现在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要做一个初级净化水净水器，嗯，需要六个棕榈叶、六个木板和四个塑料，嗯，也不一定要用钩子钩啦，如果很接近的话，你可以直接捡起来。怎么捡啊？捡起来看到的时候，它会有显示，就指着它很近的时候，它会显示说一捡起。哦，你就可以把它捡起来了。要按一哦。对对对，数字的那个不是数字，是那个英文的一。然后远一点的，我们就可以用勾的。啊！快快快，加油啊！那我很差哎，不会勾。你不会勾，你真的很没录用，你直接用捡的好不好？我在捡的啊。没录用的家伙，你用捡的好不好？它越飘越远了。你这个没用的东西。你到底能在做什么？我要一个人量两个人呢，没救了。对啊。好了好了，你到现在有拿到什么东西吗？我没有什么东西耶，就手上这一只而已。到现在为止这么久的时间了，你都在鬼混。五分钟不到哈。哎、啊，好难哦，而且还有点那个。木板三个。哎呦、木板四个。我怎么这么厉害？拜托，我是职业级的，我已经挑战过一轮呢。哦，拉回来，拉回来，像这个很近的，你就可以捡起来了。哪有很近？哪里？这个的这个叶子很棒，它是三片，一口气就三片。它的叶子能干嘛？那个、啊，我刚才不是说那个净水器需要很多东西？哦，哎、欸，那里还有一个桶子，有没有看到？有一个很大的桶子，去把它、欸、都会去把它打捞回来。是他都会用歪掉，嘿嘿嘿嘿嘿，勾回很多东西了啦。哎、欸，那个我们没有水喝啊。嗯，你想办法做出一个空杯子好不好？空杯子哦。对啊。怎么做？那个净水器我已经做出来了。嗯。那个做一个空杯子可以吗？空杯子啊？怎么做？来来来，有没有放置后木板？它咬了。什么东西咬什么？哎、欸，木板少一块了。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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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现在我们要盖一个那个建筑厨了，建筑的锤头，建筑锤有没有？要四个厚木板和一个绳子。嗯。要四个厚木板和一个绳子，我要去加油了。那个跟 BB 在一起，迟早会死的。怎样？迟早会饿死。我要不要靠你了，我要自己努力了。不是啊，他都飘走，根本勾不到。我要自己努力了。而且我根本不知道他怎么瞄准。那个不需要瞄准了，有来的你就勾就好了，好不好？你用捡的，你放弃用勾的好了。一哦。一啊，靠近太靠近的时候，你就可以用一。哦。
那你靠近一点，你靠近一点。我现在没有办法移动这些东西，你不要逼我，你不要逼我，我跟你讲。哎、欸，我可以上去吗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跳上去，不过速度要快。这上面，这上面有什么？哦，白花而已，白花种子。哎、欸，干嘛捡起？哎呀，捞不到。那个，我们主要还是要在小木筏上面。啊，我捞到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还是要回来小木筏、啊。哎、欸，赶快回来啊，木筏！好可怕哦！好可怕的，继续继续捞，继续捞，捡漂流木的日子，不要放下你手中的工作。欸、我们我要掉下去了，我们就快要死了，没有时间等你换了，快！快！好难哦，干嘛要选困难？我们就要饿死了，快！快捞你的木头，快！我帮你再打回一块了，好不好？我们现在有四块了，再打回一块。我做简单的什么火龙果，做一个小杯子出来，好不好？做一个小杯子装海水，置入海水，现在有了，等一下就可以喝水了。这个生存好辛苦哦，我一个人生存。对啊，为什么要玩困难呢？不是啊，这就算平常的你也生存不下去啊。真的吗？真的啊。我一个人要当两个人用哎、欸，讲这样就很伤人吗？没有没有，这就是事实啊！你现在到现在到底捡到了什么东西？刚刚捡到一个木板，怎么不见了？嗯、啊，才一根木板，不要再拿出来说嘴了。我初学者捡到一个木板，你很了不起啊！我的天哪，我们要、欸、我们要怎么看里面的东西？我的那个物品栏。哎呀，哎呦，哎、欸、又来了又来了！我要捡。那个鲨鱼正在咬我们的板子啦！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反抗它，只能任其他破坏，真讨人厌。哎、欸、呦、欸，我再拉回来。哎、欸，我的那个、yeah, 又捡到了。我那个钩子坏掉了。嗯、哦，做一个啊。那个哎，捡、欸、到叶子，看做不做得出来。不行，我要两个塑料才做得出来。我有啊。可以给你吗？可以啊，等一下要先做出箱子，在箱子里面交易比较好。那个要打，先打造出一个箱子，好不好？嗯。先打造出一个小型物品库，要塑料八个，绳子两根，你有吗？我有塑料三个。塑料三个。绳子一个都没有。竟然勾到一个木板呢，好有成就感哦。我不知道说什么了。我的日子好苦哦、欸！你不懂得新手的感觉好不好？我这对着月光祈祷，让我活下去。我的命好苦哦！哎、欸，我没有水了啊，我要渴死了哎、欸！会咻，我知道啊，我知道你要渴死了。哥、哦，你在咳嗽了。我可是我怕我丢出来，你自己做一个杯子好不好？怎么做？那个食物那边有一个空杯，空杯只要四个塑料就可以做了。你身上应该有四个，我没有，只有三个。那你再捡一个。可是我快死掉了。你赶快捡一个。没有，那不要走了，我要死掉了。那个桶子有，桶子有，桶子都可以。那里，那里，那里，瞄准你的目标，来，BB上，就在正前方，用手都可以捡到的。你没有把钩子收回去啊？哦、oh, ，真的、哦！你放在地上干嘛？赶快捡，赶快捡这个！还没一，没还没一，啊，捡起来了，可以了，做一个空杯子。怎么做啊？空杯子，按 I， 按 I， 然后食物和水，空杯子建造。哦。有，然后这边有一个淡水，我烧出来的淡水，拿去喝。啊，我没有空哦，有空杯了。有了吼，有了吼。嗯。喝下去。怎么喝啊？喝下去啊。它有那个啊，右键左键不是吗？哦，有一个喝字有没有？哦，那个是左键右键的意思。对对对对对，好了好了，我现在再装一个淡水等你烧了，好不好？哦，哎呀，那个不要喝到海水哦，会扣水哦，而且我们快要饿死了、哦，知道吗？我不知道啊。你知道我们要饿死了吗？啊，我们要先做一个钓鱼竿。哎、欸，我有东西吃哎、欸。你有什么东西吃？这个是玉鼠鼠吗？哎、欸、哎、欸欸欸欸，马铃薯是不是？对啊。
哎咻哎咻，我把这个马铃薯吃掉，虽然本来应该要拿去种的，勉强先撑住一下。哎，那个我的水也快没了。哎，你把水装走了。真的是谁给你的某棒给赛屋啊？赶快打造一下好不好？打造什么啊？打造一些东西，打造地板。好啦，我在种啦。你木先要做建筑锤，之后就可以把地板扩建出去哦。好。然后我先做一个钓竿，好不好？我来钓鱼。好，建筑锤。我先钓鱼，好不好？哎呦，太命苦了，太命苦了。我没有绳子哎、欸。我有，绳子用棕榈叶可以做。哦。你有一些叶子嘛，对不对？我先吃东西。不行哦，哎呦，飘走的塑料，哎，飘啊，哎，我被鲨鱼咬了。你咬水鬼哦！比比巫是我，我被鲨鱼咬。建筑锤还要做好了。好，我现在所有东西都在缺了，在咳嗽了，又在肚子饿。我要塑料。简易烤架，厚木板要六个，绳子要四个，三根。我有六个厚木板，那你有碎片吗？让我做。你做得出来是不是？嗯。好，等你做。我快要饿到两眼发慌，要倒在地上了。好了，不要吵。哎，少一个厚木板。少一个，前面飘来了，厚木板飘过来了。你有没有看到？看到了。太棒了，肚子超饿的，我肚子也超饿的，都快饿死了，饿到咕噜咕噜了。啊！我刚刚是有一度把那个木板丢出去。我不知道哎、欸，不知道你在想什么。我觉得有。你那个不要放在边缘哦，边缘有可能被鲨鱼咬掉。是绿色的地方都可以吗？对，太好了。这样。哇，哎、欸，你有贡献呢。烟草哎、欸，你好棒哦！我马上放贡献，你这……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按错了，放置，有没有？我放鱼上去哦，等一下，等你吃。你拿着杯子，那个一跟I也离太远了。你的那个动作还蛮好笑的、欸。啊，我又看不到自己的动作，而且我很饿，我已经很饿了。那个鱼，我这个木板有危险，会不会东西都爆掉啊？哎呦！不要再咬了，不要！哦呦，好恐怖、哎！我们的东西都快要掉到海里了。可以移过来一点吗？目前没有办法了。啊？那个鱼烤熟了，你拿去吃，可以吗？可以。好，来，我又放了一只，这只鱼比较大，你会渴吗？不会，我有刚喝水，我现在捡东西。好，要捡很多东西，捡很多塑料板。你现在有建筑锤了吗？有，那你也可以帮忙打造地板，多打一点，不然我觉得这个好危险哦、喔。那先捡木头啊！我要，我是塑料不够。来，桶子能干嘛？桶子里面很多资源啊。哦。哎咻，桶子就会装很多东西。哎、欸，它有，我拉到一个蓝图了，天线蓝图，可以做天线的蓝图。都很远呢、欸哦。对啊，不知道为什么。我们是不是应该改变我们的盖法，把这边盖完之后就要往旁边延伸，嗯，对不对？盖出一个巨无霸战舰。巨无霸战舰，你之前第一次玩的时候盖多大？第一次玩都是刻苦求生，好不好？不知道啊。可是你到后面会比较舒服一点，就因为它有网子，就可以自动弄了，自动采收，就不需要这么辛苦了。哎呦，这个鱼我先吃咯。好，我再放一只鱼上去烤。剪刀木板，多少木板可以做一个地？那个两个木板就可以了。哦，其实要的不多哎、欸，木板和塑料桶就可以做地了。哦，你现在木板有几个？一个。跟我差不多，我也很少，我的木板都拿去烤鱼了。好了。哎、欸，我也打造一下这一片。好了，可以往旁边延伸了。基础打造好了。我是不是应该再钓点鱼啊？嗯。不然等一下就不够鱼吃了，对不对？对，打一下就饿了。我们的需求量这么大。你就太胖没？
哇，我这么瘦小，你都不晓得在那边蹑手蹑脚的什么做什么事情。啊，蹑手蹑脚。你走路蹑手蹑脚。我都看不到自己。走路蹑手蹑脚都不知道在搞什么。小物品箱互通有无的时间来了。那边有东西，那边有东西，那边有岛哎、欸。你去拿。那边有岛哎、欸。我做出一个物品箱了。哦。放在先放在这里好不好？哎、欸，可以把东西存进去了。好哦。好哦，太好了。我们终于开始沟通了。